朋友们好，看一下这段视频，图你可以摆 W 我也摆在这里，诚意的邀请你直接过来正向交流啊，敢不敢一战？我就看看你这三拳两腿啊，到底是两腿踢哭小动物，还是能踢哭谁啊？看看你到底是三拳两腿，还是三拳两嘴。比赛接了，出场费20000 ，KO 了你再加10000啊！昨天你已经说过了，你现在把30000块钱准备好，高铁票我已经安排过了，周天过去啊，因为前一段出去训练干嘛，公司事儿有点多，周天过去，周一直接开打。想压我靠又压，想压又压不进去。好像上了落水哥，想压压不进去，然后我想打拳，但是拳压不进去，踢腿吧又觉得这个身高太高了，我靠！感谢月哥，谢谢月哥，没事啊，也就打完了。差一点没有。你们一开始说什么剧本收买假打，我就说一句话，我大哥站在这里。我千里迢迢的把我大哥喊过来演戏给我大哥看，你们就动动脑子觉得可能吗？是不是？是吧哥？哎，不要滚了，不要滚了，有点小黑粉滚了干嘛？把自己把他拉黑。我能把大哥现场叫到现场来，然后看我怎么演戏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拳打得太多，没法打拳。我刚那么高，妈的头，我头在这里，他头在这里，那么我打拳我要这样去打，是不是？我要拳头头上打，我怎么打？啊，其实刚才真的把我打的我想吐，我靠，还好中午没怎么吃饭，我中午要是跟你说吃了饭，我估计当时就哕出来了，肋骨有事有点疼，硬扛的，紧张肯定紧张啊，你面对一个对手，我靠那么高，他就像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就他的头就像这个东西一样，就像这个东西，他的头就像这个东西，你们看没？我的头就在这里。我打他的时候，我手要这样打，我要这样打，是不是？其实。你干啥呀？过来呀。啊好。啊，下着雨，下着雨。别感冒了。不会。龙哥，直播间所有兄弟们。让你们支持我的兄弟们失望了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让你们感觉到失望了。我觉得从总体来说我输了，但是就是说我打的比较稍微硬朗一点，没有那么难看就是了。输的地方我就技不如人，我好好练习。听着声音，好，对，全必须大啊，还三十秒啊，还有三十秒，还有十秒，没体力了，冲一下。好，走。
这个比赛打完了，我在直播间说，我挨了很多脚，你听我说完先，我挨了很多脚，我输了，但是可能就说我也稍微硬气一点，没那么难看。对。然后这个抖音武林就是不是职业擂台，就是一个互相同意、相互自愿，男的可以跟女的打，小的可以跟大的打，传统武术可以跟现代搏击打的一个平台。对。既然双方都达成这个自愿，我输了就输了，我也不会找借口。有技不如人呢，我回去好好练。我觉得柳军也非常棒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手下留情。没有，反正怎么讲，然后，前一段发生一系列事，然后就不在直播间讲了啊。然后我其实最想约战的就是随风，包括随风，然后也是，雷龙人家好兄弟，我也跟这个随风我们也讲了，然后随风也愿意，但是北京疫情确实进不去，他出不来，知道吧？然后雷龙人家这边就是说是，主动约战拉这个赞助费，我觉得这一点很爷们儿，很有魄力。等我，我转给你。啊，这不是说商业互捧，我觉得很爷们儿。说实话，我记得我在武校的时候，60-70公斤跟看见90公斤、100公斤的我都不敢打，知道吧？有一讲一，我觉得人家是很爷们儿。你再加上你看我身高比他高很多，我不要提身高体重。好，不讲。好，我觉得这种很爷们儿。然后我以后在这种抖音或者短视频，我不会说雷龙一个岔子。知道吧？我不会就是诋毁他、喷他任何一句。我觉得这一点作为一个起舞的人、舞者，我觉得很爷们儿，这已经够了，已经征服我了。好，知道吧？我觉得这已经够了。所以说，你们那些小黑粉带节奏、说剧本演戏那些，在那发预测的那些博主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啊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没有像你们一样去打 PK 去卖货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些发视频预测，我们第一回合 KO 第二回合，大家看到我也尽力了。你再打两回我也打不动，正儿八经我也有工作。啊，我不是说每天训练在这打拳，我有工作，所以说谢谢大家。好，啊，说着良心一样，雷龙是个男人，我跟你说，拿钱规则你来谈，我们随时开整，知道吧？兄弟们，尽力了，输赢没关系，技不如人我就回家好好练。不，感谢你们。